你们在8月21号世贸艺馆有国剧用影展，那有某位厂商他所参展的这项遭窃嫌窃取，那发生的时间是在8月21号晚间18时许。那业者在他收藏之后，他用黑色的帷幕将他的展区所区隔起来。那窃嫌就趁隙在展馆清场之前，业者离开之后，他侵入了他的展区来行窃下手行窃。那得手之后，他立即带着赃物这个逃离现场。